老板不知道的我，有问题直接跟老板谈。开会的频繁次数是我之前都没有经历过的。你会怎么来调整这种开会的方法？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这个人要是成为了妈妈，什么都可以改变。他必须在两个家庭中做抉择，很难受。我是一定要辞职。这次我要不同意怎么办？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想法的？我好像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